所以哦，刚刚写的程式就这一段，那里面其实最可能会出错的这个，如果没有资料就跳过。OK，哦，上面有注解啦，所以你可以稍微再看一下。那最后如果要把那个格式还原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用 range。 当然，你说老师，我可不可以 for i for j？ 可以啊，可是问题你就一个一个还原，那不是很没有效率？那我这边是用什么？用 range 告诉他说，哦，我那个范围是在 A 2到 L 32那我的字的颜色有没有把它改回什么黑色？还记得吧？哈 ，OK， 000就黑的，然后呢，我的底色呢改成没有，这个应该有印象嘛？有没有恢复成 XL none 嘛？这个。 在好像第几单元有没有那个第三次上课吧？哦，我记得。好，那这样就分别完成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自动化？其实如果你要自动化哈，做年历的话，你会发现我里面都是放 call 什么意思呢？那我先做第一件事，再做第二件事情，再做第三件事情，然后有点像积木一样把它堆起来，这件事完成。所以我分别来看好了。 比如说我今天呢，要做出写一个 sub 每个月的第一天，还记得吧？就是其实就是做什么呢？把那个 e day 这个函数有没有把它放这边，然后向右拉。好，我先把这个清除一下，我 demo 一下给各位清除。好，那所以我就需要写一个什么每个月的第一天。那我先 run 给各位看一下，基本上哦，这也是同学刚刚问的问题。 我要怎么可以执行之后的话，它刚刚好就是自动帮我把 e day 这个函数呢自动帮我丢到这里面去。但是哦，特别注意，这里面哦最难的地方就是之前向下是 i 是数字，哦没问题。可是呢，你现在向右是 蓝的话呢，它不是数字，它是 a b c d，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话哈。 我这个储存格里面是要放什么？放 e day 嘛 ，a， 那特别注意哈、哦，这边的话呢，变成说我的这个公式哈、哦、是要放 e day a 2逗点一， 这个是 e day， 哎，不，里面只有一个地方变，这边变 a， 这边 b， 这边 c， 然后一直到这边的话呢，变到 k， 那所以怎么办呢？其实这也是最麻烦的地方。 哦，跟各位讲，坊间书籍没有一本书写到这部分。哦，那这个怎么做的？这是自己想出来的，<笑>真的很多东西啦，没有答案嘛。那你要自己，那当然我们想的方法也不是说想非常复杂的方法，而是想最简单的方法。最后我就想什么方法？好，所以这个提供一个参考，就是说哦，我想了一个方法，我就多一个字串，叫 A 的话，主要是因为我后面哦，我这个 for J 是从2开始，所以我将来这个 J 是从第二个字开始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前面那个 A 只是说，因为我不要抓到第一个啦，所以前面第一个字你用其他数字都没关系啦，哈，只那个不会用到，我们是抓第二个开始，那所以我要丢的东西哈 ，E day 有没有？本来这里面应该是放什么呢？本来是放那个 A 2有没有？ 第一次是放 A 2， 对不对？哈，那我需要一个文字叫 A， 帮我把那个 A 放进来。那怎么放？刚刚好才能抓到这个字嘛。啊，所以哦，我就想一个方法，双引号移到中间 ，and 移到中间。哦啊，当然之前是放 I 啦，不过现在没那么简单，现在是放 J， 可是问题你 J 放进来的话，它是一个数字啊，有没有 ？J 放进来变成2啊。 可是 2， 它只是指的是第二栏，但是我要把第二栏那个变成 A 这个字的话哦，那我可以怎么做？我可以用 mid 切割有没有？去哪边切割呢？把这个字串哦拿来这边切，逗点，然后第几个？第二个，要取几个？取一个就好了，后刮弧。OK， 那这样的话就写完了。 哦，啊，像 run 起来的话，应该就是这样的结果了。OK， 哈、哦。COL 不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吗？不是前面那个，在上面列。这个。前面的 COL 等于的前面左边。哦，这个名称自己取的。哦，自己取的。
我是自己取叫 colon 的缩写啦，哦，所以你叫别的名称也没关系，这个就是一个变数啦，放一个文字的变数，就这一串文字，那我们可以叫 A， 可以。随便取名称都好，没关系哦。这个名称可以自定哦。好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以后如果用栏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哦。啊，再来的话哈，因为时间关系哦，所以我就把它这个 run 啊，所以其他日期就是一样的方法，一个一个把它丢出去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的话呢，再把年历有没有用 call 的方法把它串进来。所以以后如果你写很复杂的东西，你先写一个步骤、两个步骤、三个步骤，然后最后扣，它就全部串在一起了。OK 哈，因为底下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点啊，所以剩下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多了解。主要是这一段呢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用一些方式想出来，我觉得前提就是，又不是太困难，但是呢，又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。 然后，如果你有想出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在底下可以留言告诉我。OK， 好，画面还给各位哈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。哦，那年历的部分啊，就是日期与时间，也许哦，就先到这边。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就会到下个单元，数学跟统计相关的。哦，三米弗朗或康尼弗，可能跟类似像做报表、枢纽分析表那种蛮接近的功能啊。 那只是说我们是用函数，而不是用枢纽分析表，哦，你不要说什么事都用枢纽分析表，那什么东西都可以用，那没那么容易啦。你要丢给枢纽分析表之前，你要给它对的栏位嘛，你没有那个栏位，你怎么把资料做出来 ？OK 哈，试一下哈。那刚刚写的程式云端上都有，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哦，回去可以想想看哦。